依家教大家点样打呢个525A 嘅底线。咁首先将个线碌摆上呢个位置，然后一个八字翘落呢个位度，将条线穿过底线碌上面嘅窿窿，又掹住佢放入去呢个位置，又拨去右边，咁一踩，踩几下之后棘实咗啦，咁你就可以剪咗个线尾佢。咁然後咧就可以繼續踩，之後就繼續打啦。打到差不多，你見佢接近八九成滿的時候就好停手了，就不要再繼續踩。又攞翻出嚟，又剪斷條線，咁就用得噶啦。咁打完線之後你會發覺好實淨嘅，咁就不會鬆泡泡嘅。咁咧就係一個打得好的底線，咁你就可以去使用佢。